的比赛您还解说吗？不说了不说了。为什么呢？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没话说了，还说什么呀？那您会看这场比赛吗？看看吧，还是得看。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看国足这场比赛是为了熬夜好熬到第二天凌晨看意大利的比赛。那您觉得这场比赛的看点是什么呢？我真不知道看什么好。这场比赛我想会是一场绞杀，对手肯定希望赢，我们当然也希望赢，那么至少用一些比较硬朗想拼敢拼我们一起去拼或者一拼到底的这些队员，然后上场去比赛。这个我想明天至少要表现出来这个团队是坚强有意志品质的，这是最低的一种要求。那么第二个就是，当然这次失去了晋级世界杯的机会，但是我想所有的队员还要为中国足球的脸面而战，这是最近给队员强调最多的。